傅景红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末了一把把他揽入怀里。傻姑娘，现在就只是一个男人简简单单想追求你，想对你好，想跟你在一起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我一大男人就追一个自己喜欢姑娘，难道我还得先去把她祖宗十八代啊全得调查一下再下手？你说我不了解你，你给我了解机会不就行了？以后不许说现在我会讨厌你现在的样子。我喜欢的就是现在的你，过去什么样子我不管，你家庭什么样我也不管。我只想现在离你近一点，离现在的你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傅景红，你要是再对我这么好，我可要缠住你了。我告诉过你的，我缠起人来我自己都害怕，你别逼我。女人天生就是应该缠男人一点，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孕育出下一代呢？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我很正经啊，她也很正经。昨天中午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女人？昨天中午哪里有女人？不见你这几天，我身边连母蚊子都没有。那么漂亮的女人，说说吧，跟人家上三垒了没有？吃醋了？切，怎么可能啊？姑奶奶，我这张脸是原装的，胸也是原装的，漂亮的能甩她几条街，我会知她的错？是吗？可我怎么闻着这么酸呢？酸的，酸的快要把你身上的骚味盖住了。这个死男人怎么就这么欠揍呢？你他妈才骚呢，全家都骚，